你要干嘛？你跑到如意这里来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医生？医生？走了。我们去吃馍条，走了，去吃馍条，抱你啊，我抱你，我靠，非要占人家地盘，吉祥，吉祥，我们出去了，快点，我们两个出去散步。我为你们两个操碎心了，最好的猫粮买给你们，最好的罐头，最好的猫条买给你们。给你们买最好的驱虫药，你知不知道那个大宠爱的驱虫药多少钱一支吗？100来块钱一支，我给你们两个买，普通的才20几块钱，你们两个还想怎样？给你们两个吃的猫粮是皇家猫粮，100多块钱一斤。你们两个还在这作妖，我直接把你们两个扔出去，继续流浪，老娘不伺候了。